夜的钢琴曲舞，然后就再开一个上电视呗，是吧？然后你们在这里，是不是你们直接开通了之后就会拥有我们的那个勋章了呀？就不用再去上电视啊，或者宠粉啊什么的，会吧？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？然后上电视免费点歌啦。Thank you.
这个是刚刚中奖的，叫《夜的钢琴曲舞》。不是啊，那我清平清也清不过来呀、啊。你说一会儿就是我，一会儿就是我，我清个屏，我要清个3分钟，然后没个3分钟又是我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有哪个小哥刚刚点歌了呀？没事，我清了的话你们就知道吧。这个如神有换成什么别的歌吗？我没有看到。有没有什么加班费啊？把粉丝牌过一过啥的呀？我也想有什么今日份的开心。来一个这个 first kiss。没事没事，清了吧。可能他们有一个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吧，就是赛律平时，即便他不在音乐台，他也不连麦，他也不 PK，他也不干嘛，就在那弹弹弹弹弹，基本上没有人在的时候，咔就把赛律怼上，就没问题。好像也是这么个事儿。就像上次我连麦的时候，我说平时我好像也就弹会儿琴，人家说哪是你那是弹会儿琴。你那是一直在弹琴，是吧？好像也是一天5个小时直播，4个半小时在弹琴。然后你们有什么点的歌的话，就在上电视免费点歌，还有我们这个守护包月点歌，可以在微信里发给我哈。好像都弹了吧？有微信你们发给我，我没弹的嘛。好像没有了，是吧？那我找一些，今天那个有没有能帮忙开个张啥的呀？怎么没有人点歌了呢？这怎么办呀？
我们这个下的话，和我讲一声，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翻出来，要不然你们不知道怎么点歌。我们现在是10个粉丝牌，我希望大家能先点一点吧，好不好？能置顶的咱们置个顶，目前也就还差个60首歌，我这边可能能吃个二级羊毛。看一眼啊。这个如神，他这个一直我就没有按顺序，怎么了？橘子好像夏天今天好像不行哎，他现在列入虎牙不让弹了。点歌方式就现在是不在了吗？在，还在呢吗？那我这个屏真的没有办法清，我清了大家都会去问怎么点歌。对呀，我这。就每次这一清屏，我就直播间一片混乱了。和我讲一下，然后我们是守护点歌优先哈，然后所以我就会先弹一些守护的点歌。我们争取把这个羊毛能薅一薅就薅一薅，还会有一些人气在里面。情霜哪个按顺序啊？我没听懂啊。谢谢，感谢我们信仰哥哥的点歌，谢谢我们。为什么起名叫 Geek 呀？是我看错了吗？自己给自己起名叫大 Geek。哦，橘子当夏天弹不了，你可以换个别的歌啊。啊，你说羊毛是按顺序的，对啊，粉丝牌，下一轮是收集钥匙。和钥匙要500个呀！好难是吧？我好像过了半年就不太需要，就是圈这些的日子，突然之间让我圈起来，我感觉真的好难啊，真的好难啊！这就没了呀！哦，我刚刚有看到你点，但是你不没算上这来嘛，所以可能就那个了。稍等哈，稍等哈。那你应该在谁前面，谁后面呀？你和信仰，秋的思念，那我秋的思念之后呗。秋的思念，然后是陆小雨是吧？秋的思念，哦。哦，我当时你点的那一刹那之间，我怎么想到了那个什么，那个一个好早以前的一个歌，降咪呀。
我这个不用送谷粮，你该点歌也是可以点歌的。我上电视是免费的，哇，谢谢。不对啊，我好早就看你进来啦，感谢浪花，谢谢浪花的2个灵狐，还有打挖机。哇，好像今天好早就看到你了耶。这个叫秋的思念。然后刚刚我说弹什么，你们不在这里排队，我可能会记不得。沮丧夏天这个，它换成什么了？我没有看见。